我现在是两个都在录，那你看我把它录好了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我的第二段录完之后，有没有让各位看起来更熟悉的感觉？啊，I have PowerPoint，对不对？PowerPoint 的做法是就像这样子，一个投影片一个投影片，没错吧？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，哎，这中间我就简介我就不用再讲了。如果你想要做什么调整顺序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没错，对不对？中间全部都录影不好看，可不可以加一些你的简报内容进来？可以，所以你看一下上面这里有没有叫做空的幻灯片？在 PowerPoint 称作投影片，在这边称作幻灯片，就这样。所以你把它加入一张，有没有这样一个空白的进来？所以你今天如果你这个是微积分教学，你就在这边加自己的 title 就好了，或者你要加一张图片进来也可以的，也可以的。所以你有没有觉得 editing 会不会很难？好像不会很难，因为跟你学过的东西可以互相连接嘛。所以它可以这样子。那请问你在 PowerPoint 里面一张投影片的时间是设多长？预设的话，一张投影片的时间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3秒钟吧？对不对？一般的哦，标准应该是3到5秒钟。那我怎么调整这边？你看右手边这里。好，你现在看到在右手边有一个计时跟过渡。过渡，微软是不是转场？翻译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把它定义好。那但是呢，这个持续时间注意一下，它用的是毫秒，所以1秒等于几毫秒？100。所以你知道这样是几秒钟了吗？啊，1000秒，抱歉，更正一下，1000毫秒。所以这样是3秒钟。所以如果你希望这一段比较长，你就把它变成几秒钟，5秒钟就变5000，这样清楚了。好，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影片的状态之下，影片当然就是你影片录多长它就播多长。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文字或图片，那你需要呈现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从这边自己决定，那要不要转场效果？它转场效果不多，好，转场效果不多，因为这套软体主要是做数位教材用的，不是拿来做简报用的，所以这个用的不多，这样没问题哦。那它的背景颜色啦，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哎，是请问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们现在用录的，对不对？你想要放自己的吗？好，可以的。好，那我就再增加一个哈，先插入一个空白的。好，在这边你看一下，加一个空白的时候，你找到有一个叫做，它中文这里我就翻的比较差一点点哈，这个叫做注释。他把它翻作注释，上面这一块哈，也就叫注释。你找到这个地方，你就知道你可以从这边插入什么。我先放大一点给您看一下，你不觉得这些都看起来好熟悉吗？好，我们往右手边走。如果你想要插入图片，插入荧幕上的画面，它本身这个软体带有就是荧幕截取的功能。啊，荧幕截取，所以它的对岸都翻作截取了。好，所以你也可以直接用它来抓荧幕上的画面，插入声音。另外一个刚刚同学问到的视频在这里，所以如果说你已经有录好一段影片了，你就从这个地方视频把它加进来。比如说我在这边其实就要准备这里，这是照片，然后栏目里面这里有。影片就进来了，所以你自己要调多大，自行调整。因为影片如果你只是一般看，你不想要放很大的，你就直接进来。那一样的，我在这边稍微帮他缩放一下。哎，这个我暑假就是上合同班，这个我们上合同班的哈，你看他们对不对？弄鬼脸的话，还可以连续动作。那这个的话，如果拿来这边这样直接用。是一种方法，但是其实可以搭配我们在我们的会议稿里面做的栏目或运用的区别，那你就可以跟它搭配上不同的背景，好，就跟我们一般，其实严格来讲就是等于跟我们进电视台去
路意思是一样的，路、就是、好，这样不会了吗？老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，跟老师讲话慢，这样路程1.5倍。哦，太好了，你都考我这么简单的，开玩笑，因为刚好 Adiprint6它有那个调整速度的功能，所以我们点到这里来看一下，因为太快或太慢，对不对？有看到一个人的吗？ 因为这是6的时候增加出来的功能。当然，如果您在标准的影片简介端，你这样会立达，那都可以调，本来就可以调。好，那我们因为这个的话呢，你看我们来这边点一下，它中文翻作回放速度啦，但是就是我们一般都会称作叫播放速度，这样了解？可以，好，还好没有被你考到。OK， 好，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。那当然，速度变2倍，时间会不会变短？会哦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比如本来影片是1分钟，因为你用2倍的速度去播放，所以只剩30秒。好，这个要稍微留意一下。好，这样子 Adiprint 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的？那，哎，请说。那转场跟文字动画的效果有吗？转场有，但是它的不多，像我们刚刚看的，它的转场称作过渡，它只有这几个。 严格来讲，算4个，没有也是一种效果嘛，直接就切换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它不是像就是 PowerPoint 那样它做那么多那个部分，那文字动画它比较没有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因为刚刚我提到你会有在提到创用信息嘛，创用信息，我在这边在给各位的这个素材里面哦，我记得我应该有放，你往下走。 我准备蛮多给各位的哦。有看到免费素材资设计资源的处找了吗？这里我已经帮你找很多了，重点一定要免费，第二个要可用，<笑>哦，所以其实可以找到很多，哦，可以找到很多。那既然讲到这个，我先岔一下，哦，我先这一段先到这边停。